站定位置，准备挥棒击球。休蛋几嘞？要暖身，要暖身。想要强棒出击，怎能少了专业的当教练？因为也不知道有没有常常在运动。我们用球棒做就好，左右。因为我们打击是用左右，然后手交叉这样。动动手，动动脚，暖身完毕，好，正式上场。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就准备要打全垒打了，给302支，302支给你打。大师兄林志胜亲自下海教学，果不其然，哇，这表现连全垒打王都直呼不得了。球点啊，刚开始就打得很好，然后如果一稍微跑掉，又马上可以修正，真的蛮强的。你是全垒打王你夸奖我，我尾椎也翘起来。被称赞，赖清德笑开了，但不说你可能不知道。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打过，好险只有小学打，不然就当全垒打王。出去比赛第一场就被干掉了，后来我们老师跟我们说，赖清德你好好去练球。当不了球员，就当最热血资深球迷。赖清德转个弯，投入最爱的棒球。在台湾运动是可以走出国际。对，那我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，是以棒球市长自居，建立一个国际级的亚太棒球中心，举办世界杯少棒比赛，推社区棒球运动，照顾每一个棒球选手。从政近30年，赖清德一路走来，把棒球精神放心上。现在的他准备好了，站上投手丘，要在2024赛场上稳稳投出每一颗球。投手每一次投球都是一个拼搏，打者的每一个打击都是一个希望。竞选综合报道，立刻下载竞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